春节假期结束了，在上班的第一天，台南市政府的樱花市政中心是举办龙喜历来的新春团拜。市长为了祝福市府的全体员工哦，新春快乐，也感谢同仁在过去一冬的辛劳，让政府的服务技能会当充分来发挥。期待大家哦，讲伫新的一年会当共同来努力，继续为市政来提出更较好的服务甲成果。上午，台南市政府伫上班的第一天，举办113年龙喜历来新春团拜，市长为了祝福市府全体员工新春快乐。感谢当年过去一冬的辛劳，让政府的服务技能充分来发挥，期望大家在新的一冬共同努力，继续为市政提出上佳好的服务和成果。我们要请各位好朋友、各位市民、各位市府团队的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大家能够这个以市民为念，在新的年度里面。有更多更好的发展。在过去，我们走过了疫情，不管是 COVID， 不管是流感，不管是登革热，大家都非常辛苦但我想，而且也走过了许多市民服务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市长韦德也特别对着春节年假辛苦执勤的警察、消防、环保、交通、文化、观光等人员以及志工的朋友。表达上届县的敬意和谢意，感谢大家在工作岗位顶面的辛劳付出，让所有的市民会当平平安安过一个好年。因为市长在边要代表所有186万市民朋友们，谢谢各位的努力，也要代表所有来台南观光旅游这个路过经过但是没有错过的全国的民众，感谢各位的付出辛苦。维护治安的努力，维护环境的努力，维护市容的努力，维护城市发展的努力，这些都是在我们台南400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足迹。另外，为了迎接农历新春的来到，市府也在樱花市政中心布置了台南400的设计元素，卡苗将柑仔装点成为儿童艺术。台湾400的儿童现场并由台南市民族管乐乐团带来一首的春节热闹喜气的乐曲，增添新春的喜气。记者陈嘉欣，市政府采访报道。